而在主第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个我是由刷牙的事实真相去找出世界末日的事实真相，最重要在这段时间找出神祂的心意的真相，是吧？肯定啦，如果不是神怎会用降头信息的印证我们每个主日的信息，甚至即神爱我们到一个阶段，哇，我们的灾在祂都要印证，是吧？有些真的是吹口哨，不是说我有推理，是吧？但是只不过按着属灵推理的话，哦，差不多都到马来西亚了，是吧？那这个你钉色仔出来的怎么来的？这些是你无法想象的嘛，是吧？就如我所说的，当你找到事实真相再加上神的声音呢，其实声音然后说一件事很合理，如果在属灵里面他是做了干犯了这件事，所以在神的声音底下就印证 confirm， 我就分享出来咯，是吧？这个就是其实说到最根基，就是说这种操作、这种锻炼、这种思维的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定要 是在神的面前培养这种才能，而且真的对你的生命有这种深度去度过，去理解了神摆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就算你认为最繁琐的日常生活呢，都其实是神刻意让我们度过的，你掌握到它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即你其实没有时间浪费的，就算你觉得你是就像我约瑟坐监的日子4794天都没有时间是浪费的，在个过程当中你只要找出那个真相，而事实上最重要就是呢，在这些叫做没有意识的真相当中呢，是帮助你去面对一些有意识恶意的真相，即是啊，这些人攻击你为了什么呢？这个人离开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你呢？为了什么呢？而不是你自己乱这么估，是因为你知道 right and wrong thinking， 你不可以有消极思想，亦不是一个恶意思想，那我们很多时候不难自处，我们怎么面对人，我们怎么在身为领袖的时候你遇到特别多就是那种恶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我们不懂怎么自处，我们就算不出声，但你知不知道你的内心神都看着的，那有时候我们那种错误就变成犯罪，我们怯懦我们就变成软弱，你怎么自处呢？就是其实由这些找到事实真相当中呢去理解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做啦，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最好的做法是怎样呢？因为我是身为教会牧师，甚至有些人软弱跌倒，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有些回来教会的年份不同，那我怎么处理呢？而不得罪神呢，这个才最重要嘛，这个是教会来的嘛，神对教会的期望是远远超过对一个平信徒的期望，但我就负责这间教会的执行，是不是？那这些就最难了，就算放在其他人在这里，或者外面的教会自以为他可以啊，我接到你的石，我看第一天他不被神击杀都算好了，他接到我的位置然后去作决定，很多这些即是罪他就姑息，是不是？富足的这个他就会尊荣那些人，这样第一天就随时被神击杀那些，那些想着接到位的牧师，你知不知道？因为除了你叫做在这些恶意的事实真相底下，还要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从神的事实真相，这个就更加虚无缥缈的，好紧要，甚至仲啲人净觉得一神对一间教会嘅带领，究竟存唔存在，仲考虑紧啊！但系我就已经带住你哋行咗几十年啦，系咪啊？咁呢一个就系、是，如果所以话啊，我想做小狮子啊，又话按下手我就有晒，咁啊应该唔得噶，因为神想同你沟通，你听唔听明先啦，系咪先？你会不会个脑复杂一滞，只是世俗化的种复杂啊？即是不是话神不想跟你讲，有阵时根本言语不通啊。咁你明白？我亲自跟策略家倾，如果他未学策略，我都言语不通啊。同佢哋，你仲系谂住哇，神可以讲到呢种级数咁复杂的信息啊？系咪？即是会不会大贪一滞啊？争太远、啊。小学生
同一個大學教授，大家講數學，言語不通喎，大家講嘅題目一樣，大家要用中文，係咪？大家都係人類，但係都可以言語不通喎，爭太遠啦，複雜程度。正如我所講，小學生你俾個大學生或者係博士學位嘅畢業嘅課題俾佢，就算當佢識答，都肯定唔可能係同樣速度答到啦，係嘛？即係你要鍛鍊，你要真係將生命去可以對神回應到咁嘅階段，你先至能夠期待咁大嘅祝福噶嘛？你會先期待咁大嘅智慧噶嘛？你冇枉費一生嘅時候，神先至會真係將生命嘅恩典俾你噶嘛？你唔能夠話單憑自己個身份地位就擁有，或者自己求就有資格去得著，唔係噶，即係嗰個本身神係公義嘅，神嘅係公平噶嘛。咁人哋用生命去換取，你又用生命換取，我又用生命換取，咁點可能一樣啫？大家度過生命嘅時候，嗰種嘅聖潔同污穢都有分別，係咪？咁呢一個就係即係答翻阿賜恩啊，即係成個鐘頭前問嘅呢個問題，就係點解要數學？即是數學怎樣應該對信仰有什麼幫助，還有我就加多一句了，就是數學要加邏輯，因為數學沒有邏輯你應用不到的，因為有了邏輯你沒有數學的話，你的邏輯不能夠推演的，因為你數學不能夠互利彈刀，或者你數學太多約數太多大約這樣，而沒有那種的數學應有的準確嘛，所以有準確的數學再加邏輯呢，咁你慢慢經一段長時間底下咧，你經過知道事實真相底下咧，你為到每件事嘅事實真相去揼個策略出嚟啦。你揼個策略底下咧，咁你先至係叫做應用嘅策略。但策略當然更加勁，就去到戰略啦。因為如我所講策略，你可以將嗰樣嘢重複重複，每一次重複做，就好似我講刷牙咁，你重複重複做，然後一路不斷改善，揾到最好嘅方式，呢個叫策略。俾你有機會重複嘅，即係差唔多可以不斷時空穿梭咁，係咪？重複做嗰樣嘢 ，load and save 咗之後又可以 load 翻，係咪？之前嘅 mistake load 翻出嚟再打。但係戰略咧，就係你入一個新環境，第一次見到呢個新環境，你只可以做一次啫。但係你嘅分析全部要正確，呢個就係戰略。所以關於 Bitcoin 呢種新嘅生態環境咧，係需要戰略先至分析到。你諗下，金融簡直打仗一樣啦，會入到係咪先啊？嗰咪戰略咯，係咪？但係我相信啦，淨係 Bitcoin 呢樣，大家新啦，大家知道唔可能幾百年前或者幾十年前入話靜雞雞學呢個學位，冇可能啊，咪？但一出嘅時候，點解我可以即刻去分析曬咧？因為呢種唔係策略啦，呢種係戰略啦。因為佢會有嘅所有變動，並且變動一條 curve， 並且佢係因為啲乜嘢導致佢會互為底下互動所產生嘅新嘅生態環境，點解能夠一？眼望去能夠 cover 曬所有嘢咧，就係因為你有戰略嘅思維啦。咁所以喺近年我先開始叫戰略方式咧，俾策略家去打 war 咯噃，去俾佢理解多少少呢方面。以賽書第六十一章第一節，主耶華嘅靈在我身上，因為耶華用高高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嘅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存着信心盼望，无惧风雨浪，心知道神是指引亮光，除净内心困惑，凭着信常担当，倚靠着神的说话前往。神话语是生命真光，赐给我人生兴奋期望。神真理话语垂正灰暗，信实奇妙真确，永使我灵里心智强壮。